孔令辉是我们认识的孔令辉吗？据说真的有神，是一个孤家寡人，可从未见过那扇门，是我在孤陋寡闻就做。No， 认错了，是反诈民警孔令辉。就坐进关前一个小房间，然后对着凡间指指点点，或者需要一个主动的聆听者，而并非经营者，又或是新时代的失语者。